陈柏宇为了胜利找了超强女伴，命运却大不同。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舞蹈声音跟歌曲的掌握度来讲，拿捏了掌握到90%。Girl, I can't gotta make it my I'm a dream. 迪力真的很不贴心耶。到底现场发生什么状况呢？抽纸，每周五六晚间10点，我爱男子汉。哇哦，飞起来了！拿五 G 夸台机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记得一样快撸来撸给啦。这个椅子有问题呀、啊，要不要抬高一点啊？阿当嘞，那姐再给嘞。周一至周五晚上7:30，超市爆笑一箩筐。哇哦，我却压到什么啦？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刚刚郭师傅有点担心啦、啊、说他这个样子怕这道菜没有公信力。但是啊，你们没有看到郭师母啊。好的，下次得了。对，都是喝这个，是不是？在这边强调一下，我老婆真的很漂亮。对，啊、来喝啦，喝啦！看到你老婆，以为她是你女儿。哦，差不多。欸、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这菜怎么做？那我们今天呢，来采用来，我们今天呢，一样用刚刚我们所强调的一些料理来做哈。对，那这部分我先姜葱先放进来，姜葱先放进来，葱也是有维生素 C 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我们现在再加番茄，番茄，番茄上面有维生素 C 也是有，也是有的哈。那地头把它去掉。便宜，然后又对身体好，好东西啊！今天所用的食材都非常的便宜啊，对，但对我们皮肤方面呢都非常有帮助。所以没有滚的时候也可以放进去。可以，这不丢。你反而现在没有滚的时候，它慢慢在煮的时候，你更容易把蔬菜甜度给。哦，对，更容易流失，对不对？也是。到时候你就会吃到非常鲜甜的番茄汤。真的，对。好，那现在番茄放进去了，再来我们再呢，我们现在这边放一个锅皮。好耶，够把鸡，够把鸡，这个够把鸡了。真的，我熬夜常熬夜的。这个可以多放一点哈，可以。其实这汤也可以进来，对，都放进来了。对，汤越来越堆越丰富了哦。对，再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植物性的胶质哈，我们这边香菇，哦，这边也有哦，菇类，植物性胶质，太丰富了。郭师傅啊，这个常常给太太吃这个东西啊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呢，你看在家里就丢下去而已啊，有什么技术性？没有啊，非常简单。再来呢，这美白菇，太太的那份心。对，美白菇呢也是一样哈，我们只是椒盐。美白菇听起来就是很美白，它就叫美白菇，它长得就很美白啊，对，它就叫美白菇。还有呢，我们白木耳，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嘛，一样呢，把它倒进来，穷人家的燕窝，哇，穷人家的燕窝，对啊，这样子，很好，还有一个非常棒，好，我们把它盖起来呢，让它炖煮一下，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，这么快哦，5分钟，滚开哦。并不是哦，现在还没有滚开一段时间的话，滚开，对，要滚开，滚开后5分钟，对了，所以这个也尽量不要煮太久了，不然维生素 C 就跑掉味。对，然后我们吃什么？无锅鱼吗？对，无锅鱼，哦，太好了，对，胶原蛋白出来。对，然后这无锅鱼呢，选用最好吃的，我们海边的，海咸水的，咸水的无锅鱼，对。分淡水跟咸，有，然后呢，海水呢，它比较甜度比较高一点啊。一般是无锅鱼是淡水先蓄养，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再开始在这个蓄养池里面放一些盐分进去。没错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这边呢再加一点盐巴进来，开始要放盐巴了，盐巴这边呢。嗯，哎，真的一点点，蛮少的。对，再米酒，哦，米酒先给它加进来哈，对。当然这部分呢，怕它还有鱼腥味哈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稍微来穿烫一下，穿一下。那穿烫的话很快，不要太久哈。对啊，现在呢就可以怎样呢？就可以起来了。过一下，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。它这个穿一下，最主要是把外面那些氧化的部分味道把它穿掉，对，腥味就比较少。再來呢，就直接给它进来，这部分呢也差不多快了哈。哎呀，对，不是不是，如果说我们它搞干嘛用油表？哎，不要，尽量要清淡，要少油，对，油表，为了身材，你都切了半个胃了。
了，为了身材，这个是一个很没有油脂的。对，我们这样吃就好了，完全就完全不能说它没有油脂，它的油脂是从自然的鱼油。没有错，吃的是我们需要的胶原蛋白。对呀，胶原蛋白就这样完成啊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完成了。那等它开了以后呢，手我马上就可以吃了，很快，鱼肉很快。哎呀，如此简单的料理，轻松会煮一下就完成了，快来一起品尝这道鲜甜的美人鱼汤呗。哇，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好吃的鱼汤的。这种天气喝这种汤就对了，美人鱼汤哎哦。好，少中晚都可以吃哎。我的妈，太甜了吧？好鲜哦。对啊，好鲜甜哦。哇塞，完全没有那个鱼的腥味耶。腥味没有，对。所以博士这多喝了不会变胖吗？不会，这个能量不高。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蔬菜嘛，而且它像那个胶质特别多，像白木耳啦，蘑菇啦，那些都没什么能量啊，而且吃下去反而有饱足感。对对对，早餐也可以，这会饱的，喝了就变美。这么快，是美吧？很舒服啦。今天就谢谢郭师傅让我们带这个美人鱼汤，谢谢。经过第一阶段的考验，学到不少关于美容的健康知识，而第二阶段的测验，只要考考你保养的常识到底正不正确，跟着来宾一起来测验看看呗。第一题，请问天天敷面膜可以让肌肤水当当，对或错，请作答。要讨论一下，不用讨论了吧？这要讨论一下，对，砰，已经就起来了。对，要换，他的题目里面都有那个的。好，来不及，答案是。答案是擦。不要每天敷。对。真的。我报警哦。真的，我觉得要讨论呢，因为天天敷面膜跟喝水会给你们一点时间讨论，两讨论。哦，不要一题就起来这样，重来吗？刚刚已经各错一题了，好，我们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是，所以要听仔细哦，听仔细哦。防晒能让肌肤水当当，对或错，请作答。等一下，先讨论一下。防晒，保护而已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正确答案是错。来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拿小黄瓜、柠檬来敷脸，能让肌肤水当当，对或错，请作答。这个，好，在他决定的哦，错，错。正确答案是擦，两组都答对了。干嘛偷看我们的啊？经常做脸按摩能让肌肤水当当，对或错，请作答。你决定的哦。哎，你觉得做脸，然后让他的那个，哎，没有想吃，不会做脸太，跟他有弹性吧？我觉得重点不是在做脸，而是按摩，按摩其实它会让皮肤。二一，正确答案是擦。讨论的，每个人四个人自信心都出来，这样，然后他这样。再一题，请问大量吃生菜沙拉能让肌肤水当当？这不用再说了吧？一定是错的嘛？不是，大量吃蔬菜一定是对呀。大量吃蔬菜，对，因为如果这一题是差的话呢，但是它有特定几样才是水当当吧？二一，正确答案是差。好，冷静，停，下一题，最后一题，请问蛋白敷脸去粉刺能让肌肤水当当，对或错，请作答。听你的，其实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答案是。等等，还有美容大师古小伟要教大家天然的卸妆术，还有独家保养肌肤的秘密配方，竟然让来宾直呼太有效啦！刚才讲到卸妆嘛，面膜去角质，其实今天呢，我只要用一样最主要的就是，你们来试这个看看。这种一定要尝试，而且这很天然，然后它很适合过敏型的。真的耶，那个皮肤变得好细，对，亮度马上有，哎，真的有差。